I wanna look into your eyes every night. Wanna be right by your side all the time. Oh yes you will be my girl. Oh yes you will. I wanna look into your是爱吃雪儿的办卡，谢谢办卡大使。没有的吗？没有的吗？真的，找一下嘛。我看一下哪个像黄牛，长得像黄牛。过去，票子有发，朋友票子有发。谢默默支持小姐到永远的办卡。一般黄牛长什么样子啊？什么样子都可能有。谢谢路人的两张办卡。谢谢路人。谢谢小宝宝办卡。就这次这个蜘蛛侠有点意思啊，这个肌肉轮廓好明显。来抠屁股。等一下，小九 ，Hello。你带成这个样子，我怎么记得到你？谢谢。啊？谢谢。你呀、啊，哇。Hello。有没有黄哪有卖黄牛的呀？黄牛。对啊，我想买黄牛票，要便宜点的嘛。黄牛。黄牛。对啊，我想买黄牛票，要便宜点的嘛。乱烧知道吗？是啊。来，快点，大家帮我们拍照，快拍照了。好的。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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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黄牛。卡了卡了。没有，你那边可以直接放你进去。哪儿啊？那个、那个不是有那个？哪里有放我进去的？那门。可以吗？如果不会被宰的话，你就可以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刷新刷新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好。没有，我怕被宰了，好丢脸啊！如果被宰了的话。对呀、啊，我这。对呀、啊，我这么一个主播。就是，他们被逮到的，过来我跟你说，是吧？我让你直接翻进去。啊，真的吗？是吧？梦想男，大家对眼睛的蜘蛛侠。蜘蛛侠带我们放，带我们进去。有人在看，关键是有人。我们目标会不会有点大了？我说我们目标会不会有点小，有点大？过来，我们两个把你挡住，你直接就走进去。哎，我们这有两个人直播，哎，我在直播，哎，没事，你先进去了，他之后进去就行了。我刚刚已经带了很多个人进去。真的呀？那你要不先关一下我那个？我是这样子吧。快点，正好我们就当看不见。进来，进来不？进来吗？哎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。怎么了？公司的。大佬，几个油，几个油。我充值，我拿的什么东西？孙悟空的棒子。是吗？啊？小丑。不是白人。哦，看到老贾。什么老贾？我可不可以把他带进去？可以，小哥哥可以集油吗？可以啊。不是，我觉得很面熟。真的很面熟吗？我不是。你好像那个。他是一个大白人吗？你是不是？谢谢。哎，真的吗？等一下，你是不是这个人？小哥哥，工作人员直接说他没有看到，走了，六六六六。你开了，你走了。等一下，你是不是这个人？等一下，妈的，这王，没有看到。我去吧，你就不要在这待了，我就当没看到。我没看到。等一下，你过来说。等一下，你是不是这个人？好，我走。这，我们进来了，白嫖进来了。不好意思，你是这个人？哪个？我在这找。这个网有点慢，稍等一下，不好意思。没事。里面很卡吗？对，是我没看到。真的，这很卡。是我。你直接记得名字吗？记名字吗？去发证。抖音啊！啊，我在抖音上面看过你，就是这个人。哦，好。看一下。对，兄弟们，你们都没看到啊，我们没有白嫖，我们没有白嫖。
不好意思，这个网。啊，威士是不是有个那个，就是小哥哥、那个？你在拍我，本来是一个人采访你，然后你就说。啊，那个时候我短头发。对，短头发那个是不是你、啊？就是我，真的是你啊，见过本人呐、啊。对对对，没有错。我说我看你这，哎，我说这个怎么这么眼熟了，而且声音又特别像。那点个关注呀、啊，我斗鱼点个关注你就找得到我了。好的。啊、马上把我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我看看是不是。是。欢迎欢迎，哇，怎么滚这么快？太好了，我想知道蜘蛛叫长什么样子，不然以后不知道它。是这个。啊、哦，对，就是我。啊？这个就是他。你是小哥哥还是小姐？哦，我是小。小哥哥，你们看这个视频，看这个视频。院长呢？院长呢？院长是谁？就那个胖子啊，就那个那个熊猫卫士那个。哦，我不知道、啊。就他，这个就是他。对，院长的主要是。哇，我要去敲诈院长一波去吃饭。哇，你是我看到最险。看，马上，这就是。哇，好可爱。你在拍我。好，我这个时候都太丑了，这个。看吧，就这个，我说，看吧。来破裂吗？破裂错。我一进来就不在了。太好了，谢谢你为我节约了一百块钱。你手机呢？你手机呢？我知道这个是他的好友嘛，然后得你关注我斗鱼吧，斗鱼。然后我底线过嘛。259。你，我等一下，我先记一下吧。我等我回去新好友。啊。25905984。抽都没得抽，懂吗？哈哈哈这是圣诞老人吗？圣诞老人。这不是圣诞树吗？好，就这个。你在说什么？什么圣诞？哎，我想知道你长什么样子哎，到时候我看不到你。我，对不起，我先看看你长什么样子。走了，今天这个漫展是一般，知道。我有时候会发现现在不要想别的，不然我到时候又遇到你，我就那个什么。CC。啊，来接吗？你是谁啊 ？CC。哎。是谁？你猜我是谁？猜。但是昨天我就在群里说我穿女裤啊。是不是记得群？认识了吧？想起了吧？哦，吕布的圣诞皮肤是吧？吕布的啥？吕布。圣诞皮肤。圣诞黄花。是吧？可以。找到了吗？坏了。对，这画面怎么好暗啊？有了。那你给我，你今天给我发个。我就反正我今天我就说一句，我这是吕布的，是吧 ？OK。啊。知道了。天哪，就是你吗？对呀、啊，你不是加的我的那个吗？微信的吗？对啊，微信也有。哎，天哪，好久，主要是好久没有跟你一起那个漫展见过了。调了亮度啊！今天的漫展不是很多人啊。反正我今天到了明天，反正国庆我要好好调查一波运营，是吧？来一起调查他们吧。哦。我怕他会拍死他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国庆要去。那个四季线吗？对，然后我们团有75，让他慢慢拍吧，是吧？对，都是出王者的，而且不重皮的那种。真的？对，那里面有啥耍的呀？那里面就是打比赛，那种撸啊撸和王者比赛。哦，好不好耍呀？还行。两位，快点！很黑，很黑，很黑，我跟你说，可以。可以、啊。哇，超可爱！天哪！你不要这样子，你确定要给我戴这个帽子吗？对。你这个好可爱。这多好看是吗？你把你的帽子给小姐姐戴。啊！好骚啊！超级可爱，我可以扩列吗？可以。259。没事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没事。你也很漂亮啊，我觉得小姐姐。那是我团里的。259。把你拉到我团里玩好不好？可以啊，你们什么团呀、啊？王者。哦，就是经常就是漫展就一起出来玩嘛。嗯。可以。你今天我是团长来。你是团长啊？啊。团长打好关系。我刚刚没有看出来是小哥哥，好天哪。259。059。零。七。
九。八四九九。八四，对。对对对，这个就是我。这个就是我。太厉害了，大佬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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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好还好。小秋在哪里啊？啊，小秋。小秋在哪儿啊？在那。小秋。小秋。哎，姐妹。哎。我昨天没有来。哎，你哭来了，昨天在下雨。对啊，我昨天没来，我昨天打胡子去了。我还说我刚看到一个。对啊。是的 ，Hello。Hello。Hello。你今天出的啥呀？出的初音。你现在有多少人？五万多吧。好不好玩啊？我们要去火车头那里去抓。可以。你要喊什么呀？老铁双击666。啥？啥？啥？天一直往我出。这小兄弟。这个应该是我见过最迷你的漫展了吧？简单一点的，简洁。不要畏惧。嗯啊、上手了，上手了，上手了，上手了。你知道成都最好的钢琴音乐吗？我不知道，在哪儿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去听他的上午那场。哇，有点来了，真的吗？小飞机，你确定吗？我看你脾气也不是很大。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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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来。你这个小哥。哎，回来，哎，回来，回来，拿起来。哦，他们说小秋，小秋是小辣椒吗？对，刚搞是吧？小秋，啊，那个萝莉塔兄弟们，有点像，有点皮革的影子呀。你看一下吗？有点，有点意思。Hello， 有点皮革的影子。哎，小秋，你怎么不把帽子给脱了？你们找他了吗？他刚刚不是没有带女服装吗？他带了，应该在厨房里面。哎。果然一戴上女服装就不一样了，你好骚呀！天哪，大佬又是你，大佬。对啊，他戴上女服装就又不一样了，气质都不一样了，人都变了，人都变了。哇，我可以拍照吗？哇，去年没有穿过衣服吗？果然女服装就是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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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骚子中，秒变各种，我的天，太可爱了，我可以。还有胸，烧蜘蛛，烧蜘蛛，我天哪！你们在哪儿看到的有胸？没有胸啊？对，就是他，上次跟他合照掐我屁股，他掐你屁股啊？对，就是他。上次我出去，过去试一下他掐不掐你？他不会的，掐他屁股，他是男的。哇，我跟你讲，他的这个肌肉还是挺硬的。上次我们不要商业，不要商业互夸，商业互夸。对，又来了，果然是你，果然是你，来这里拍张照，拍张表情包，来姐妹，来，上次 TJC 果然也是你，你上次在哪看到我？公交，同样的动作，加油，对啊，在手机上看到过你，啊，我说我以前没这么在漫展没遇到过你，但是你遇到过我朋友，你朋友吗？谁啊？当时不是你开直播，不是遇到两个，那谁吗？雷某和拉姆，他们笑死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就是他们吗？对，他们带两个小家伙就站在船后。可以可以。笛子不错，有点像非洲鱼啊。好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笛子不错，有点像非洲鱼。哎，走去玩那个。对啊，上小哥哥。他是小哥哥。哦，上小哥哥。你，哎，来，我们一起去学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好，我们这边的话就是道具，道具，道具，等一下，道具，道具。稍微等一分钟。好点了。
道具啊，天哪！你在直播吗？没有没有，不是，没有没有，素材，素材，素材，可以。不会是特别奇怪的素材，我这边是正经的。对，遇见 UP 主了，遇见 UP 主，节目来了，节目来了。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有一个非常甜到发腻的糖，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你要保持微笑，把这个糖含在嘴里面，然后坚持一分钟。好，来吧。你确定吗？确定，很甜很甜。很甜吗？甜到发腻的那种。吃糖了啊？好。掐。掐。先闻一下，看有没有毒。掐一会儿闷。保持微笑。看向镜头。30度微笑，肩膀开始抽痛，隐隐约约开始有点罩不住，但是还是要努力保持微笑。眼神有点飘忽不定。他在尝试着逃避。这我憋不住。感觉怎么样？不错，很好吃。要来再来一口吗？不用了吧。可以可以可以。讲到你这边，这个问题有点大。这里还有。妈呀！我这里真的还有。还有还有。还要很多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来，你真的要来吗？来你确定吗？哦。太酸了。啊，考验心。来，你们是破坏其他人的吗？哎，你们有路吗？没有。欢迎尚师傅。欢迎宋师傅。哎，我们斗鱼影后，我们斗鱼影后的身份要拿出来了，真的是不能让别人看扁了。影后，对，等。谢谢 C A K 的飞机，大气大气。就是我这两颗是吗？对，重开是吗？还要保持微笑。吃那个绿色的，那个绿色的真好吃，那个绿色最爽。你是吃过吗？我吃的就是绿色的。那我的菜都拆了，要不你把这颗吃了吧？来来来来。那行行，他是绿色的，他是绿色的，他一直在笑。来一起，来一起，谢谢马特的飞机，大气大气。我红了，我红了。来一起一起。谢谢青草哥的飞机，红，大气大气。两个人比赛，看看谁。这个，对啊，咱们斗鱼影后出门是有牌面的。挺好，他谁笑得更那个？好，三二一，一起。笑得更猖狂。三二一，一起吃。看谁笑得更猖狂？对，笑得更猖獗，仰天长笑。黑人微笑，黑人微笑，啊，小哥，糟了，憋不住了，这个大小哥，我赢了，哎，哦，转过来，感觉怎么样？来这边，这边，啊，我妈呀，羞了，哎呦，我口都要出了，啥味儿的呀？我眼都要出了，我也好冷，爽吗？爽吗？爽吗？啊！我口罩吃了，就像大猩猩吃到了辣椒一样。娇娇的奇妙比喻。啊，我现在过得好。换下一个。吐了吧。换下一个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来干嘛？什么味道？酸的吗？酸的。你给我们介绍生意来了吗？不是。来，他这个进过了过后就好了，是吧？挺甜的。就 UP 主吧。UP 主。等，要不你吃个月饼吧，缓一缓。还好，还好。可以。这里人还谢谢黄耗子的办卡，谢谢黄耗子，黄耗子大吃。先坐一下先，待会儿这儿要是结束了没有什么玩的，我们就去逛商场吧。可以啊，就商场里面去逛一逛。你们说这儿离很近吗？有多近？一两公里吧。一两公里开不开了吧？走路可能走的有点久。那个下面有停车场吗？这个小姐姐还行吧，不错了。谢谢哈尼十四的办卡。对啊，别在我面前。你好温柔啊，就是轻轻的在后面问了句：“请问一下，你是哈利九吗？”对的，我不是。Hello。谢谢 Sam 坚哥的飞机，大气大气。谢谢飞机大气，么么哒。你一个人来的吗？不是，有很多同学，因为我才来这里读书。哦，你大一新，大一吗？成都医学院。啊？成都医学院。医学院。对啊。哇，可以。可以，我们觉得尊贵的。好棒。对，又有女粉了。实验室考了50次，50次都没考过吗？他总分100分，要求90分以上，也就是说只能出2道题。结果呢？
就我们考了五十次，考到了晚上十二点。五十次？对。你确定五十次？我的天哪，你这也太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？这还只是笔试，还有面试，就是要实际操作。就是你要进那个实验室，你要通过这些才能进去吗？对。哇，可以，你是学什么专业啊？我是学医检的。哦。医学检验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好棒哦！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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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同学们呢？我同学们他们去看电影去了。哦，然后你就逛漫展是吧？对，因为待会儿他们回学校，我回家。哦，你是买票进来的？对啊。你几点来的？早上十点。逛到现在啊？对呀。我的天，不是，这个就只这么少，你怎么能逛得到那么久？没事，看我们唯一的皇后，你不送？不送。那个。这里是什么玩的？不是、啊。你怎么这么多蜘蛛侠的服装啊？你可以借我一套穿一下。好的。你应该穿不了吧？你太矮了。啊！我以为你会说我太瘦了，你说我太。没有，你跟我差不多吧，其实。对啊，差不多。他可以穿内增高，你放心。放心，那行。下次我建议你必须穿，我跟你说。好，可以。关键是我想知道你这个眼睛看得清楚吗？今天的这个不是看得很清楚。今天这个是可以、啊，这个还可以这么大。他这直播有多少人？小哥哥，现在9万多吧。九万？啊，对啊。哦，大佬，人家是大佬。没有没有，不是大佬，少老少老少老，至少是个老。这里还有什么可以玩的呀？没什么好玩的，没什么，我觉得好少啊。你也是第一次来这边吗？我第一次来这儿，我也是第一次来这边，是挺少的。因为他这边刚刚开没有多久。你是国庆节要去广州的漫展吗？没有。那我上次在广州，那我的弹幕怎么说你要去广州？因为他说他们在上次在广州看到他了，看到他了哈、嗯。没有，我是因为你们知道吗？我也是大佬嘛，所以说基本上广州啊、重庆啊、上海啊、成都都会去的，是吧？是啊。但是我脱了这个衣服不会那么骚，你们看到我偶尔会那么骚，弹幕不要骂我啊，骂没有没有人骂你，都很喜欢你。我知道你们弹幕经常有人想跟我击剑，看我很骚，想跟我击剑，不是很想看你武装的样子。下次我会来招呼你的，我觉得你下次你应该不认识我，就是我出女装的时候你可能不认识我。你加了我了吗？你是最漂亮的女装大佬，我肯定不敢跟你比，是不是？加了我了吗？关键是你。你下次女装你一定要告诉我。你看你要带着你的直播来吗？算了，对，带着我的直播来。我也怕，我皮肤没你好，我要涂很多粉的。没有，我皮肤哪里有？我皮肤也屁得很。可以可以，真的。这里有没有那种啊？就是给钱让我拍照，然后的。你要去拍吗？对，我去拍一个吧。你为什么要给钱？你随便找一个就行了。不是随便找一个，他不会给我拍，修得很好。哦，你可以自己修啊。我不会。哎，你那么多粉丝，叫他们给你弄啊。叫他们好意思的嘛？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你粉丝有没有男摄影师来给我 P 一下照片？有啊。我说有有。我说老王，我看那个弹幕说你都很可爱，都说你很喜欢你。对啊，都很喜欢你啊。都经常在骂我，我知道。我上次你不知道我在广州的时候。有人说啊，这个女的好恶心什么什么的，真骂你，他们都以为我是女的。你知道在广州主要太骚了，主要太骚了。没有，我在广州也这样传。啊，等一下，我好像在一个漫展视，我好像一个漫展视频上看的都给你，就是、啊、比骚没有这个那个。啊，对对对，是我。你跟别人比骚吗？就在全小心，全国基本上没有人碰了。你抱不动我的，全国来抱他。你不要把我这个挂钩撕了，这些东西最容易。哎，小姐啊，其实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再去我认识那个渠道。半场，其实这是我自己的场，是吧？不要抹黑你，我自己要健身，是吧？又要去金刚狼吗？多少钱？多少钱一个月啊？600块一年。600块一年。啊，是啊。那还是好便宜啊。大佬，你的。你为什么给我打不招呼就走了？你不急着游吗？电影电影学。哦，我已经毕业了。妈呀，你看起来我很小吗？好吧。你觉得我多大？其实一九二十吧，刚二十头。刚二十吗？没有没有，我跟你差不多，我今年刚满19，我比你大一岁。哦，我马上19了，你毕业了啊？毕业了。对啊，我读书读的比较早嘛，因为我那个。对，你多大了嘛？今年28有没有？我不好意思，我喷了你的口水。
没事没事，我那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，28，我19，我19。没有，女人的年龄都是秘密。没关系啊，我觉得我没有，在我直播间没有秘密的，我是19。那哎，那你们俩差不多大呀？对对对，差不多大。嗯，你们俩正好可以抽个 CP， 搞个对象什么的。是吗？哎呀，可能我直播间几十万兄弟不会同意。不同意。觉得你可以找个水友，对不对？嗯。你应该说榜一啊，对，十万，没有十万我不见人。哈哈，怎么乔碧罗来了吗？开玩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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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尽情的开。我当时读大学的时候才16岁。那时候我才读高中嘛，你在读高中，我都读大学了。真的，真的。嗯。说实话。没事。你找哎那个哪吒。我觉得现在哪吒真的太多了。对啊，上一次特别是上一次，因为那个电影嘛。嗯。但是复仇者联盟。可以可以。我叫几十万兄弟。小哥没有你比得过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比我好看。他没有叫几十万兄弟。不是，他说他的名字叫几十万兄弟。小姐姐漂亮吗？别总。漂亮啊，小姐姐很漂亮的。别总，你选这种吧，店长。他衣服好看，我觉得。是啊。而且你看，真的头发可以做好多好看的发型。为什么你就只有一个发型？因为我假发呀。头发，这个眼神，我们看神了，我真的。是吧？一个长头发，而且呢，他长得特别像个女性。哎，你是不是不是成都的？嗯，我看过你之前在那个你们那个，你是哪里的？我是乡里面的。哪个地方啊？德阳、啊、我之前看你在德阳的街上就一边走一边在那跳，我还看了几分钟。好多地方我跳的好好，我去了好多地方。你是成都？都是对，都是他给你拿着音响然后你在那跳吗？对啊，就是摄影师。可以，我觉得那样还挺爽的。对，哇，这后面热不热呀？好像看到过。你好热。这我也这么好热。好乖啊。哎，他这个叫什么来着 ？KIG 是不是？不是 KIG， 这是什么？我忘了。哎，我觉得认识这些角色还挺好的。好乖，好热呀、啊！天哪，这个天气，这个天气刚好。他们这种和那种大头娃娃，嗯，都是那种。哎，今天没有看到那种大头娃娃呢。你知道那种大头娃娃吧？知道，像他们这种。然后他还包一层皮，但其实很多都是男的。成都有很多玩 KIG 的，那种叫 KIG 啊，长知识了，长知识。长知识。兽人啊，这种是兽人，兽人。哦。兽人永不为奴。对，他这种一个服装可能要一两万的那种，很贵。真的呀。特别贵。我的天哪，这也太……这个就是他，这个就是独一无二，对，独一无二的那种。如果这个衣服一两万，里面能给我装个空调吗，兄弟？我玩不起。哇，广东那边超级多那种大佬。哦。广东有个认识人吗？就是他们有，我知道有个是超慢手，认识那个健健，你认识吗？就是抖音高的有个叫做健健，我知道，我关注过他。广州慢走好不好玩？啊，人很多，人很多啊。对，我觉得如果你去广州的话，真的会很受欢迎。哎，我就是国庆节去。真的吗？对，你是吗？你国庆节去广州啊？啊。哎，是什么漫展？是那个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漫展，是萤火虫吗？还是不是萤火虫？萤火虫那个，哎，是叫什么？C C 什么来着？哇，好厉害！你居然要去那边，我的天哪 ！C I C F 对，主要是广东那边，广东那边真多了啊！真的吗？太多了，广东那边多。对，到时候对水友可以过去跟他面基一下。对对对，他们都会来的，真的会受欢迎吗？对对，很受欢迎，就是他们那边就是主播也特别特别多，就是漫展主播。对，因为我基本上去广州。去过三次嘛，嗯，因为都去那种大的展子，像萤火虫那种，就是它比我们成都要多很多个。谢谢青草哥的飞机，大气大气。谢谢飞机，谢谢飞机，大气哥，大气哥，再来一个。哦，成都那个广州 BW 你去了吗？广州 BW 没有，想找个拍照。你看这个好热呀，它。很热，他又穿起来。我说，真的，你就专门在后面给他骑着尾巴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后面在那贴。你好辛苦呀，这个衣服啊，都适合冬天穿。啊，那一个是在夏天。这个冬天出门当被子用了吧？当被子。我看看，你好像在直播呢。对啊，在是呢。哦哟。
对对对，上电视了，上电视了。什么歌？斗鱼。过来，我们俩聊会儿天嘛，小弟。坐着吧，坐嘛，坐吧，坐吧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坐嘛，坐过来嘛。哎，放中秋了是吧？作业多不多呀？为什么要采访这个问题？也是扎心之处，为什么要采访这个？作业这个月不多，对不对？一个人来的？对呀，给你惊喜一下。你觉得这个漫展好玩吗？这个最，你觉得这个漫展好不好玩？别惹他，别惹。好玩、啊，可以可以。你就读几年级了？初一。啊啊，初一啊！天哪，你都初一了吗？哦、我以为你才六年级，对啊，身高碾压对吧？你才六年级啊！天哪，还找他呢，他呢？你不认识他呀？我怎么没认识他？我大是我妹妹，你多大了？他十七。十七？哇，好小啊你们！北青，好小啊！穿这个衣服就是孩子王。小弟弟，你多大了？十三。十三？妈，一个比一个小。可以，我也才十九嘛，没多大。傲娇说出这句话。多大？我十九。真的？你大，你大两岁。真的？真的？真的？直视我的眼睛。你不相信我吗？不相信。那你觉得我多大呀？嗯。那也才二十嘛，那就二十嘛，反正也一岁。就这么随便吗？反正我十九嘛，本来就十九。哦。真的，你居然不相信我。我只妆化比较浓，看起来比较有点老。是啊，我把妆卸了，我就很清纯。但是这没办法卸的嘛。上一次给你看我素颜的样子。啊，我。可以可以。还给他的鱼吧。我操，又卡了。又卡了吗？刚卡了吗？嗯。我们再往前面走一下吗？不是，应该这个。哎，别过来，我们。啊，二十元广场。你好，你好。喊你九。Yes。是我，哇、哦，好美啊！你我能见到真人真是太多了。来拍张照，我们拍张照吧，这里。截图截图。截图截图。很美哦，你自己画的妆吗？那个朋友帮我画的，可以可以，还不错。这是什么角色呀、啊？马修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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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你怎么知道？弹幕谁知道啊？那是。啊？什么？他说他二十岁了。你呀、啊。我吧，哦，你二十岁，你终于找到一个比你大的了，哦、比我大的了，对对对，哎，啊，太好了，你比我小，你多大呀？十五岁吧，真的吗？真十五岁啊？哇，天哪，我觉得我再过几年我都不好意思来漫展装嫩了，我还是在 B 站上第一次看到的你，然后我才知道斗鱼哥，对，啊，是吧？现在是不是只能每周周末看我，读书都不能看了？因为我压根就没时间看直播了，我就只有看在 B 站刷到视频的时候，我就会看到。啊，你这么佛系吗？这么佛系。我吗？对。对。你看过我啊？真的呀？可以。看来还是看过我的，人还是有那么多嘛。对啊。他在我的手机上有一张。啊，谢谢。看，一个人来的吗？我有朋友。哦，都有朋友，哎，就只有我一个人，孤孤零零的，是吧？那我们过去玩一下哦，是吧？等一下见，拜拜。哇，是小哥哥吗？对啊。哦，你好漂亮。你这个戴着假发吗？嗯。哦，这两个小姐姐是我喜欢的。你们也很可爱呀。是我喜欢的类型，可爱，是可以。坐中间嘛，来吧。坐中间。你们这是什么角色啊，小姐姐？这是什么角色啊？就是萝莉塔。就是萝莉塔。哇，好漂亮啊！来截图，截图。截图，兄弟们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吧 ？OK， 哇！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你们好可爱啊！你们才可爱。来，这两个小姐姐我也可以。